欢迎收看二分之一强，欢迎来到天才天呐，愚蠢才的天堂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每次都想方设法想要想说，怎么样呢，让这些型男们呢智商看起来高一点。我们就在特别来宾上面费尽苦心。是啊，没想到今天来这两位真的是让人担心。哦，你说今天的女方吗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代表就是一时之选，不是吗？啊？什么？应该是出名的没有脑吧？没有啊，就是聪明与美貌的兼具代表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美女神，听听主主的看法。我就是内在外在智慧的化身。今天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干嘛？大概就是这两位。大概就是这两位。好啦，今天不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是不一定。有时候的女生呢，反正她在意在行的地方是我们看不到的。对对对。对对。今天我要进行第一大题型是什么呢？全球美食，对啦，全球美食好不好？就是把你们那一组的爱吃鬼派出来了。对对对对对。OK， 哎，真的哎，这边你拍肯纳，我觉得是好的人选。厨师，因为他不只会主持，还会自己做。不要再说了，所以这样除了压力什么都没有。OK， 最好就是压力才有办法做事情。对面的会有压力。我们一定要拍阿朗，阿朗哎，因为他有很多好听，他有很多好听的歌，都是跟美食有关。有没有？松露小笼包，松露小笼包，嘿嘿嘿嘿，对不对？哎呦 ，OK， 好，我去。好的。而且今天阿龙穿的最像伴郎，没错。那双方代表已经出马啦，就请大家呢秘密的下注。好的，那我们先来看呢，我们马丁队这边。哦，保守，合理，保守合理，是。我你觉得因為，请记得你们的派出的队员是阿龙。哎，对，没事啊，有点难啊。不不不，我们先这样。我相信啊，阿龙哈，阿龙，阿龙该对他认识不深。可是阿龙很厉害，好好，对啊，我觉得他蛮聪明的。三个都答对了。对啊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不重要。不重要。好的，双方也下注完成啦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出题喽。好的。双方准备好了，一起来看一下第一题是：怕热的贺少侠很爱吃冰淇淋，请问发明脆皮甜筒冰淇淋是因为哪个有趣的原因呢 ？A. 厂商送错货 ，B. 纸盘用完了 ，C. 员工休息时拿饼干配冰吃，请抢答，请抢答。请拿起来，勇敢的拿起来，可以的。我刚刚本来是想要假动作，结果不小心碰到了，我就好像好。所以答案是，请作答。脆皮的那个甜是什么吗？哎，为什么脆皮甜筒你知道吗？我就是那个饼干嘛，就是下面那个甜筒的那种，那个甜筒，耶耶耶，了解。我觉得应该是员工休息时拿饼干配冰吃，嗯哼，然后好吃就广传流传到现在，误打误撞啊，应该吧。但是纸盘这个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，B 或 C， 但我猜，因为很多食物都是不小心研发出来的，所以我就是这样猜。大胆的告诉一号摄影师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C， 员工误会。休息时拿饼干配冰吃。休息时拿饼干吃，对，冰淇淋。你怎么这么的虚啊？哎，我好紧张哦。好的，好的，恭喜。答错！哇哇哇！阿龙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阿龙，很聪明呢。好，我觉得呢，你觉得答案就是B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就是觉得 A 不太可能。那纸盘用完了，为什么？如果纸盘用完了，他会用一个饼干呢？这个也让我有点。请问你在这个整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当中，大概还对？而且到底是谁在多说？你的答案是？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答案是 B， 纸盘用完了，请锁定。可是我觉得冰淇淋用纸盘装要怎么装啊？不一样，觉得是 B。而且玻璃行。好，我们相信阿龙。那他已经 锁定答案了嘛？他锁定答案了。B， 纸盘。团结一点，团结一点。纸盘用完了。好的，恭喜。答对。
我就说就说嘛，好不好？你们刚刚是说纸盘怎么会用完呢？对啊，纸盘用完可以用纸碗哦。好的，目前呢是杜立1-0暂时领先，这一大题是3-2，所以你们再答一题就赢了。加油，来，请出题。蔡依凡到意大利旅游就是要吃意大利面，请问在中古世纪，意大利人是靠什么东西来吃面呢 ？A. 树枝 ，B. 小刀 ，C. 长钉。哦，请抢答。长钉是 nail， long nail。OK， 请抢答。意大利是请抢答，靠什么东西来吃？请抢答。我的请抢答，請答老板剪刀石头布喽。我的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输的人拿。好，好，好不好？专业不是吗？好，我拿，我拿，我拿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差一点上当，我差一点上当，不要算了，不要算了，停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组这么不想答。幼稚，我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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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碰，我拿，我碰，我拿。但我需要时间思考，可以？两天够吗？两天好像还不够啊！就树枝、小刀、钉子，你选这超难的哎！中古世纪这么久之前的话，那应该就是树枝嘛，最最一开始的工具吧？我不知道，到底是多中古呢？我们马上知道，因为我答案是 A， 树枝这么中古，恭喜。答错，哎，不是哦。接下来这两个都很危险呢，小刀跟长钉。对啊，钉子。我觉得就是一个长钉啊。哎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答案不应该在这里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他怎么会在这里，就是让我觉得很奇怪。那另外小刀确实很危险，那钉子呢？钉你就可以让它不不不就。围起来嘛，就这样吃面吧。那刀的话，也可以，就是觉得可以，但你要这样子吃一个刀嘛，一把刀很危险。所以我的答案，最后一个答案就是 C， 长钉。锁定了吗？锁定了，恭喜，答对。为什么呢？在中古世纪，这个意大利人呢、吃面不用叉子跟汤匙，而是用一根长钉来卷起盘中的面条。哇！那后来人们呢就发现呢，用三根钉子卷面更方便哦。三根？曾志伟大哥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所以才慢慢有了今天我们用的叉子。哦。好的，那恭喜杜立队2-0暂时已经获胜了啦。这一回我们获胜了。那我们要来收钱了。对不起你们。太有自信了啦！哇，一万块被吃了，哎呀，可惜呀！怎么队友还给我台阶下？他们只压了6000元而已，怎么会？谢谢。6000，慢慢来嘛，慢慢来。结算结果，马丁队是40000块钱，杜立队是56000块钱。接下来什么题型呢？请看，世界我的旅游，世界谁世界旅游经验比较丰富？旅游马丁，马丁蛮常出国的，真的耶，旅游多。我都去东南亚，对对，没有去世界。好，我出来。队长出马，队长出马了。好，但那你这边呢？啊，我觉得我要安排我们这一队最漂亮的一位。你是不是？就是我自己啊。没有，我都甩头了。你回头干嘛？哎，但蔡依凡真的去过很多地方，对对对，因为他以前是空服员嘛。对，在30年前，可以啦，可以。我如果有考一些老题目，他可能还知道。对，是。不要太新。好，双方的代表请就位。然后也请秘密的下注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马丁队这边好啦。好的，确定了。对，有续勋哦。哦，哎，阿杜伯嘞？不要看我们。I'm watching you， 杜伯。杜伯，不可以看，不可以。我哦。你确定吗？我不确定。我。先这样，好，我们先这样。蔡依凡去过很多国家，惹怒多少乘客？拜托，怎么了？惹怒多少乘客？哎呀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按下铃铛订阅我们的二分之一讲 YouTube 频道，最新影片随你看，精彩内容不漏接。